这个灵通的运动的法门哦，那我们前面已经读过这些，你每一个哦都要去那个什么，都要去跟着那些罗汉啊、菩萨，或者他们怎么修哦，那你好好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内容，那你就跟着修，以我们目前各位的那种禅定的功夫啊，那你就跟着那个方法哦去修。 好，我们今天的土地这个哈，三个火地水哈。好，乌州色魔在佛前合掌顶礼佛祖，对佛说：“我记得在久远劫之前，我秉性贪爱淫欲，至空王佛出世，说喜欢淫欲的人会引发身中的邪火。” 空王教我遍观全身关节，两手两足，以及身内往来流动的冷暖气等，神光在身内积聚，以化去多生积习的淫心，转为大火俱是的智慧光焰。此方如来应了称我为火陀金刚。 我依凭火光三昧之力，而证得阿罗汉果位。我于心中发出大愿，诸佛成道之时，我将作一名大力士，亲自帮助诸佛制服魔怨。佛问什么法门最为圆通？我是向内关照身中的暖处。 而得如爱灵通的境界，消除诸漏，升起智慧的宝刃，登上无上正觉，这是最好的法门。好，这是从那个火哦，从火大气正圆通。好，这个就是。 你去那个什么，去关照，关照这个佛教他了哈，教这个乌州色魔哈，就教他你那个关照哈，关照那个暖处哦，在全身里面啊，所有的关节去串流通哦，让全身啊发热，然后呢，发热到产生火光啊。 然后呢，你再怎样？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调息啊，哦，这些都是一种光念的一个动作，哦，都是光念的动作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，你用关照哦，去让这个暖处啊，在全身运转，哦，到最后你全身会燃烧起来，哦，燃烧起来。那你从这个燃烧起来的这个火啊。 哦，你再去转念哦，哦，转念怎么变成这个火，就是一个妄火，哦，这个妄火是来自哪里？来自我们的那个如来藏，哦，说原本是清净的，哦，清净的真火，哦，那个念头一转，哦，念头一转就变成一个清净的那个真火。 这个是那个修那个火光三昧哈，修火光三昧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再看下一个哈，慈地菩萨。慈地菩萨哈，即从座位起立，顶礼佛的双足，他对佛说：“我记得过去世有位土光如来出现于世，我是其座下的一个比丘，我参与一切要经入口以及田地。” 险隘等妨碍车马通过的地方，或者填平坑凹，或者架桥架造桥梁，或者背来山，对其余修补，我这样勤苦精进与修持，历经无数佛出世，未曾懈怠，在热闹拥挤之处。 看到需他人帮忙运送的人，我就带起
挑负，送至目的地，放下东西就走，分文不取。比色如佛出世时，世间发生饥荒，我仍然是一位替人复运东西的人，无论远近，我只取一钱的报酬。如果有车和牛马陷于泥沼，我就尽我的神力替其推拔，以除去他们的烦恼。那时有国王设斋点供养佛，我就预先整治如来将要经过的道路。比色如佛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，你应当平治你的心地，心地若平，一切世界都会平妥。我一听就心开悟解，领悟到自身的地大围城和能造世界，和能造世界的所有围城并没有差别。围城没有自信，也不互相摩擦，乃至地大所成的刀枪与同是地大所成的肉体，也不会抵触损害。我是从对诸法体性的认识上悟得无生法者，成就阿罗汉果位，又回心转求大乘道，入于菩萨位中。听得毗舍如佛虽说妙莲花的佛之之见，我最先证悟而成为会中的首座。我问什么法门最为通，我是以观察内身和外界两层平等而没有差别，都是依如来藏而起的虚妄的功能作用，成相消失，智慧自然圆满，因而成就无上大道的，这是最好的法门。这个法怎么修？这个地大要怎么修？这个哈，我们首先哈要了解说这个地，我们上次有提过哈，这个地啊。这个地承载所有的植物啊、动物在地上啊，这个什么豪宅、什么寒舍，通通一样啊，通通这个地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这地的那种平等性啊，有没有？地上所有的这些物象，地上所有的这些物象啊，都是怎么样？都是一个生生灭灭的，哦，他对这些物象啊，并没有差别的待遇，哦，所以它这个地道它是一个平等的。你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哦，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，然后呢，你再去观察说，我们这个色身呢，我们这色身是地，我们地水火风组成嘛，对不对？你从比如说我们的地就是什么，就是肌肉跟骨头啊，这是我们的地啊。那你从这个地啊，哦，从这个地观照到这个地，我们这个色身的地啊，跟这个大自然的大地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你观照一下，你去观照，就是说我这个地大跟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哈，这两个地啊，这两项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好，没有差别。你这两项没有差别啊，就是怎么样？原来这都是虚妄分别的。哦，由你的如来藏所产生出来的，哦，所以这样你就要地大的心，就是要这样的心。你看嘛，哈，他就说地大的围城和能造世界的所有围城的没有差别。哦，那围城没有自信嘛？哦，为什么没自信？我们的地大也没，我们的色身啊，也是没有那个，这个色身也是一个虚妄分别的产物啊。哦，这就是说你要是观照哈，就是说那个最后项目就是什么，就是说观察内身和外界，哦，两层平等，没有差别。哦，就是我这个色身的地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，哦，这两项啊，哦，没有差别，都是怎么样？都是如来藏引起的虚妄分别的那种功能作用。好，这就是你掌握住这个方法啊，去按照你的那个依照你那个禅定的功力哈，你就可以进入到道。
好、哦，这是经的哈。那一定要记住哈、哦，就是说，好、哦，知道这要记住说这个啊，这个进入到空之后啊，进入到空之后，你一定要那个念头一定要转，一定要离空，那时候你的真如本性才会现前。好、哦，所以它就因为这个，它可以证悟到那个什么无上正觉呀、啊，哦，好、哦，所以你掌握住要点哈、哦，就一定可以修正哈、哦。接下来哈、哦，就月光童子啊，随即从座位起立，好、哦，典礼佛祖对佛说啊，我记得在过去无数劫以前，有一位佛出世，名叫水天佛，他教授菩萨修习水观，已入五山摩地。首先观想身中的水，啊，身中的水大，种性哈、啊、并无相通无之处，哦、啊，如涕泪唾液以及大小便啊、精血啊，在身中旋转反复，各自所具的水性是一样的。好、啊，你按照我们现在虽然在读啊，那你按照他的。他所教导的，他虽然是这样跟佛分享，哦、但是他是在教导，教导我们怎么来修啊。那么身中的水和世间内外的水，甚至浮床王刹所有的香水海，也是没有差别的。哦、就是从我们色身的那个水大、哦、跟那个。是什么外界哈、哦，跟外界的水大。那我于那时修习止观的时候，只修至以水为身的程度，而未证无身。好、哦，以水为身呢、啊？以水为身什么意思？以水为身就是说你就观想啊、哦，这个观照啊，观照我们这个色身啊，身里面有水嘛、啊。那这所以说，这个时候你都色身的水，你这个色身的水，你我们这身有地、有风、有水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这光从我们色身这个水的这部分呢、啊，你就观想这个水的部分呢、啊，哦，这个身体啊，你就观想这个身体，通通在这个水大，在这个我们这色身里面。他这讲说旋怎么样？旋转往复啊，好、哦，在那一直在运转啊，运转的这所有的水一直在运转啊，运转转到你整个身都变成水，哦，整个身都变成水，整个身变成水跟外面的水是变成水之后啊，这个水慢慢我这个比如我这个一直观照我这个身啊，身变成全身没有地，也没有风，也没有火，通通是水。这全身都是水，哦，这是一个水身。那好了，那这水身呢，你再慢慢扩大到跟外界的这个水啊，融成一体。跟外界水融成一体之后，这整个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哦，整个世界啊，通通都是属于水的世界。哦，通通是水的世界。好了，这水的世界啊。通通水的是这个到哪里啊？到出这个地球，到这个娑婆世界，到整个那个什么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跟大千世界，通通都变成一个水的世界。哦，通变成一个水世界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你看嘛、哦，他说，要修到嘛，以水为身的程度啊。就在以水为生的程度，就是你那个水它一直在这个色身里面运转嘛，运转到这个色身通通是一个水，那时候就是修到以水为生呢、啊，哦，这时候修那个什么，整个色身都是水啊。好，那这个水你再继续扩大嘛，扩大到比如到三千大千世界，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水，这时候一样啊，跟刚才那个火那个地大一样啊。你要想念头马上要转做。这个水哈、哦，就是一个泵水，就是你那个如来藏佛所起的一个作用，哦，原本有没有水啊？没有啊，
有没有水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，这是我们学到那个什么，水大虚幻不实嘛，地水火风虚幻不实嘛，所以你那个念头一转呢、啊，原来这一片的汪洋大水啊，都是如来藏所起，那时候你就进入到如来藏了，我知道哈。好，进入到如来藏都是因为这样所起的，进入空嘛。那进入空之后，念头在转，你进入空之后，整个那个整个宇宙啊，整个虚空啊，就在那边怎么样？就在那边，整个一个极灭的状态。哦，整个极灭的状态，你在极灭的状态之下，在离极灭那个念头，你再把它舍弃掉，那时候就进入真正的真如本性，你的那个法身就现前。好、哦，那这个程序上要知道，你如果、啊、如果在那个什么定功过的话，哦，在那定功过的话，那时候就进入在那边，好、哦，进入在那个真如本性现前。好、哦，我们讲说法身现前。哦，就是这样来修。啊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你可以在那个什么，你可以在禅定的时候修啊。比如说这个禅定的时候，你可以试看看哈、哦，你可以这样，就是说，反正我你的那个功夫啊，就是调形的、啊。我上礼拜讲说用那个安娜波纳的修法，哦，你可以用安娜波纳修法。目前我们那个修的方法。你这个习惯嘛，里面呢，你边调息啊，边在想，边调息边观照，观照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色身呢、啊，我就是一个水，就是水大，哦，就是水的一个组成体啊，哈、哦，水的一个构成体。然后呢，边调息啊，哦，你边调息就是水的一个构成体。那慢慢你进入到以水为身。以身为水啊，就说你这个身体啊，就变成一个水身，好、哦，就是变成水身。然后这个水身呢、啊，就让这个水身继续扩大，继续扩大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在这里啊，我们在修，我在修到我这个以水为身，以身为水的时候呢，这个空间呢、啊、也变成水，这空间变成水扩大，然后这空间变成水，那你继续扩大到桃源寺，桃源寺变成空间水，像我们修那清净心一样嘛，再扩大到。比如说新竹苗栗，一直从那个什么整个我们全台湾啊，你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啊，哦，去扩大到整个台湾啊，都是变成汪洋大水，哦，不，汪洋大水，这个时候的汪洋大水啊，哦，你甚至可以再扩大到整个亚洲，或者你扩张到中国，再给它大一点，用中国的水再给它大一点。然后再去扩大到欧洲、美洲啊，整个地球啊，通通都是水啊，哦，甚至再扩大到那个什么，整个娑婆世界、三千大千世界，整个都是变成一个水世界。变成水世界之后啊，念头，那时候、啊、因为你在调息的时候，那时候进入那种定境，哦，进入定境，所以你进入到那种定境的时候，所有全世界，整个娑婆世界。通通都是水的世界，有没有你的存在？没有，因为你就是那么一片汪洋大中的一小滴的水而已啊，所以没有你的存在。这时候呢，你那个念头就转成说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水？这是妄水，哦，就妄水。你继续调息，就会进入到那个什么，原来你就回到那个如来藏过来，那时候就是进入空，哦，进入空。那进入空，你再继续的修，你的念头就是怎么样？继续修啊，你念头转成就是，哎，这个道理啊，哦，都是如来藏的显现，它原本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哦，那时候就进入极灭了，哦，这个就是这样修哈、哦。你看啊、哦，看他这个状况是怎样哈、哦？他修到以水为身的程度。啊，为正无声啊，就以水为声的，就是你这个身体哈、哦，就变成一个全部是一个水的声，哦，就是觉得为正无声啊，就说你这个水啊哈、哦，还没有完全融入整个汪洋大水，啊、哦，就是为正无声的意思哈、哦。那我作为比丘啊，
在禅堂坐禅，坐禅哈、哦，有一位小弟子啊，从窗缝中偷看，只见呢、啊，室内满满是清水，并无其他。小弟子哈、哦，年幼无知，就拿了一块瓦片投于水中，激起一声响动。看了一会儿，小弟子走了。我出定后啊，顿时感到心里很痛，如同舍利佛被鬼魔所打一样。我自己想，我已得到阿罗汉果位，好久没有病痛之事，为什么今日突然有了痛感了呢？是我的修正有所退步？这时，那个小弟子来到我跟前说了刚才的事，我就告诉他，你在看见水的时候，可立即开门进入水中，拿出那块瓦片。我又入定后，那个小弟子仍旧看见水和水中的瓦片，他立即入室取出了瓦片。我出定后，身体就恢复如初了。后来，我又跟随许多如来修习，至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时，我才证无生的境界。好，证无生的境界啊，就是你离那个舍弃极灭之念，哦，那时候就是无生的境界哦。并能与十方香水海啊合而为一。现今世尊的座下，我得到童真的名字，立于菩萨之树。佛问我什么法门最为圆通，我是从观察水性，一味啊流通自在功能，而证入无生法忍的境界，因而证入圆满无上正觉，修观水大种性是最好的法门。好、哦，这所以这水大就是修地大也是一样的。刚才我们讲说地大，我们这个色身啊。地大是一个元素之一嘛，啊，所以你就观想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色身全部都是地大，全部都是地，然后这个地呀、啊，这个地你慢慢扩大以后，跟这整个大地啊融成一体，然后继续把这个什么这个把这个地再扩大，哦，把这个地扩大，一样啊，那个程序一样啊，就是从我这个色身啊，哦，慢慢把它融跟外界的这个。地大跟它融成一体，然后融成一体之后啊，这地大原本就是虚幻的啊，哦，它来自哪里？来自如来藏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等一下就可以试了，就可以修了哈。我们方法把握住啊，一定可以修进去哈。好，这个火大也是一样哈，我今天就刚才读三个，一个是火大，一个是地大，一个是水大，好一样。那我们再看那个下面的哈，下面的。上次我可以请教你吗？哎呀，那因为你是讲是弟子来带你的东西进去，哎，熟定以后效果会好。嗯。然后点就不用啊，这也是。哦，这什么原因呢、啊？哦，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，就说。你呀、啊，你整个进入空之后啊，我这个身体啊，跟这个虚空，跟这个空间，比如说我这样虚到这个我们这个教室里面啊，通通都是水，哦，那我也是水啊。这时候只是你的身体是水身，还没有无声哦。你那无声的时候，就整个一片跟三千大千世界通通都是水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你才是无声呐、啊。你那时候就说你念头一转，转就说这是一个妄水，我原本就是如来藏，那时候才是无生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就好，你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呐、啊，这空间里面通通都是水嘛，哦，你想想看啊，通通是水，就你的这边是空的啊，对不对？是空的啊，在空的时候啊，我们讲说，你的无明是怎么出来的？那一块瓦片呢，丢到这个空的空间里面来，那就是你的无明。那个瓦片，比如说，
我这个是这样的、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这是我们的教室啊，我现在修到我们这教室都是水啊，那我丢一个石头进来，本来清净无瑕的、啊，丢了一个石头进来，变成怎样？这就是无明，从佛法来讲，这就是无明。啊，这会痛啊！你显现到那个身上面，你的哪会痛啊？这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我们所有的病痛都是来自无明，所以一定会痛啊！哦，哎，表示他没有很认真啊！啊？他很认真，他很认真，他很认真，他修到空了、啊。对啊，啊可是他会痛，然后又叫人家拿出来。不是，我现在痛，因为他的境界很高的啊，他境界很高了，他发现说，哎、欸，原来是你丢了一个大便进来，才让我痛，所以我就重新再来修一次法。然后当你在看到水的时候，你有一个人可以看到瓦片了、啊，你要把瓦片拿掉了、啊。对吧？这个就是要去除无明啊！哦，修法啊，这个就是从佛那个佛法上、佛理上来修嘛。哦，因为我那天看一看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会这种事情？哦，会啊！你看到我们现在打坐的时候啊，旁边如果当你入定的时候，那个什么，旁边如果有嘈杂声音，你会不会起烦恼？一样的意思啊，一样啊，哦。